球令蔡依林日前常常在社群平台晒出与亲朋好友一起出游旅行的照片，最近她则是在 FB 晒出多张现身机场准备搭机前往米兰参加时装周看秀的照片，一系列超美的机场时尚穿搭照曝光后，令大批网友惊呼连连，纷纷被她美晕了。只见她留着一头波浪长卷发，戴着酷帅的墨镜及项链，穿着白色中空背心，外搭荧光粉红色的羽绒外套，下半身则是穿着浅色破洞牛仔裤，再搭配一件白色的短版纱裙，整体造型时尚感爆棚。特别是她手上拿着一个绿色的名牌精品小包包，蔡琳还逗趣发文写下"废包一把抓，越飞越开心"，超幽默的发文立刻逗乐大批网友啊！